风水择日之冷地空亡口诀：甲己子午酉，乙庚寅申酉，丙辛酉卯未，丁壬丑未忧。戊癸防辰戌，要纳音克世仇。不利地理师的时辰：子日丑时即午时，丑日巳时即戌时，寅日寅时即午时，卯日辰时即戌时，辰日巳时即丑时，巳日辰时即戌时，午日卯时即寅申时，未日午时即辰时，申日辰戌时即丑时，酉日子时即午时，戌日卯时即午时，亥日辰时即卯时。附注：以上日时呢，最好不开罗盘。造物上梁的时候，地理师呢最好远离现场，否则容易对地理师不利。甲子亡命，无葬，寅申、甲庚、迁巽，主先拜大房、木吉，三年内有官司纠纷。若葬甲庚，主小房克妻，损续财；迁巽主中房，官司纠纷。易用子午、丑未相吉利，先发大房。乙丑亡命，不葬卯酉、庚甲、戌辰，若葬先拜小房、木吉，三年后行克。易用辛乙相，主发大房，中房进田，小房出贵，艮坤大利，人丁大旺。丙寅亡命，不葬四海、卯酉、迁巽，若葬大克先拜。易用壬丙、丑未、癸丁，癸丁先发大房，丑未发中小房。丁卯亡命，不葬辰戌、丁癸、子午，若用长房爵，小房贫，中房干肾吉。易用甲庚、乙申、丑未相，三房均发，甲庚旺长房，乙辛旺小房，丑未旺中房。戌辰亡命，不葬迁巽、甲庚、寅申、卯酉，若葬主兄弟不和、子午忤逆不孝、官司纠纷、拜中房，亦亥巳旺长房、小房、丁癸旺中房，艮坤子孙清贵发财。己巳亡命，不葬甲庚、丑未迁巽，若葬在三年后，肝肾疾病、火灾、绝嗣、长房木吉、小房出小偷。亦卯酉、艮坤发长房、辛乙发小房。庚午亡命，不葬壬丙、子午、辛乙，若葬先拜中房、后拜长房，亦用卯酉、甲庚、壬申相，卯酉发小房、甲庚发大房、寅申大房大吉。辛未亡命，不葬子午、甲庚、丑未，若葬先拜中小房、木吉、大房爵，官司纠纷，亦四海丁癸、辰戌，先发大房、中房出贵、丁癸旺中房、四海旺小房。壬申亡命，不葬子午、庚甲、艮坤，葬后先拜小房、中房爵、长房木吉、小房克妻。亦用丑未、亥巳、辛乙，葬后中房出贵子，子孙出秀才。丑未旺长房，亥巳发小房，辛乙发中房。癸酉亡命，不葬丑未、巽迁、庚甲，葬后克长房，官司纠纷，中小二房出黄种。亦用癸丁、乙辛、壬申相，癸丁发长房，申寅均发，乙辛发中小房出贵子。甲戌亡命，不葬丑未、艮坤、亥巳、
葬后先拜小房，大房出脖子，中房绝，官死纠纷，易用鬼丁，申寅，乙辛，乙辛发长房，小房出贵子，子孙清秀。乙亥亡命，不葬乙辛，卯酉，迁巽，若葬先中房，官死纠纷，长房出瞎子，易用壬丙、丙人，子午，旺长房，小房平，小房发。丙子亡命，不葬艮坤，丑未，辰戌，若葬后先拜大房，小房绝，中房出瞎子，出家，黄种，官死，易用丁癸、巳亥、甲庚，大小房均发，人丁旺，中房旺二三代。丁丑亡命，不葬坤艮、丑未、辰戌，葬后先拜大小房，出瞎子，易丁癸、甲庚，大方发，小房出贵子。戊寅亡命，不葬癸丁、亥巳、壬丙，先拜小房，绝大房，易用丑未、艮坤、申寅三房均旺。己卯亡命，不葬壬丙、巳亥、丁癸，葬后先拜大小房，出瞎子，中房黄种，葬后三五年拜，易用甲庚、寅申、辛乙相发大房、中房、小房平。庚辰亡命，不葬壬丙、癸丁、迁巽，葬后先拜小房，后拜大房，葬后五七年凶，中房克妻败损人丁，亦辛乙、辰戌、丑未相大发。辛巳亡命，不葬甲庚、乙辛、卯酉，葬后先拜大房，出瞎子、克妻，中房损六数，长房招官司，亦用癸丁、迁巽、艮坤相发人。壬午亡命，不葬艮坤、乙辛、卯酉，葬后先拜大房，出跛子，中房出瞎子、黄种病人，亦用癸丁、丑未、辛乙相大发。癸未亡命，不葬甲庚、乙辛、卯酉，葬后先拜大小房，出瞎子、中房绝、出跛子，亦用亥巳、壬丙、申寅相大发大旺。甲申亡命，不葬艮坤、辰戌、丑未，葬后先拜小房和大房，官司长子先亡，中房绝，小子出小房的出瞎子，亦壬丙、壬乙、壬辛主大吉。乙酉亡命，不葬艮坤、辰戌、丑未，葬后先拜中房，大房出瞎子，官司因人多谈黄寿，亦用卯酉、辛乙、亥巳、壬丙、申寅相主大发大旺。丙戌亡命，不葬坤艮、辰戌、未丑，葬后先拜大房，小房出聋子，中房出瞎子，亦用甲庚、子午、壬丙、寅申主大吉。丁亥亡命，不葬癸丁、壬丙、迁巽，葬后先拜小房，出瞎子，中房妇女多疾病，兄弟不和，一子午、寅申、辛乙主相主大发大吉。戊子亡命，不葬癸丁、壬丙、亥巳，若葬五七年呢后呢，先申高，先申呢高长房，小房出聋子，中房自缢身亡，葬后凶，亦用申寅、酉卯、艮坤主大发。己丑亡命，不葬壬丙、巳亥、辰戌，葬后一年先拜大房，小房绝，长房出残疾之人，亦用丑未、艮坤、甲庚主大利。庚寅亡命，不葬迁巽、庚甲、申寅，葬后先拜小房，大房克妻，中房无子，官司亦用子午、卯酉、亥巳主大发大旺。
辛卯亡命，仆葬迁殉，庚甲寅申，葬后先拜长房，出笼子，损女，中房出瞎子，小房拜，亦用子午、卯酉，四害主大吉。壬辰亡命，不葬子午、癸丁、庚辰，主葬后先拜小房，长房绝，子孙多病，亦用寅申、丑未，四害主大旺。癸巳亡命，不葬艮坤、丑未、辰戌，葬后先拜长房出瞎子，小房克妻，多痰，亦用癸丁、寅申、巳亥主大发。甲午亡命，不葬亥巳、卯酉、辰戌，葬后先拜长子，小房克，中房拜，克妻，出瞎子，亦用艮坤。申寅相呢主大利。乙未亡命，不葬壬丙、癸丁、庚甲，葬后先拜小房，中房绝，损父。三五年后呢克妻，亦用丑未、艮坤、寅申主富贵大旺。丙申亡命，不葬癸丁、壬丙、巳亥，葬后三五年内先拜小房，损人丁。长房火灾，克妻，亦用甲庚、艮坤、子午均发。丁酉亡命，不葬壬丙、丁癸、巳亥，葬后七年主哭泣，官司口舌纠纷，亦用辛乙、寅申、丑未均发。戊戌亡命，不葬卯酉、乙辛、庚甲，葬后中房出笼子，小房克妻。长房损处官司是非，亦用子午、寅申、辰戌大吉。己亥亡命，不葬卯酉、庚甲迁巽，葬后先拜长房出笼子，小房克妻落水，中房多吉，损六处，亦用辛乙、申寅、丑未吉利。庚子亡命，不葬壬丙、辛乙、癸丁，葬后先拜大房，长子离家，小房出瞎子，中房离乡，亦用迁巽、卯酉、艮坤主大吉大利均发。辛丑亡命，不葬亥巳、迁巽、丙壬，葬后先拜小房，中房被吉，长房克妻，小房绝，亦用甲庚、丑未相吉利。壬寅亡命，不葬甲庚、乙辛、卯酉，十五年后先拜长房，克妻官司，小房绝，中房被吉，亦用壬丙、亥巳、申寅相大旺。癸卯亡命，不葬，亦用甲辰亡命，不葬寅申、壬丙、丁癸，若葬三五年后长房跛子，小房种吉。中房富吉，子孙血吉，亦用亥巳、子午主吉利。乙巳亡命，不葬癸丁、壬丙、亥巳，若葬三五年后先拜长房，妇女代代寿终，中房损六处，小房出黄种，亦用辰戌、辛乙、寅申相主大吉。丙午亡命，不葬癸丁、壬丙、亥巳，若葬五七年后，小房暗吉，多绝，长房克妻，中房平绝，亦用甲庚、丑未、艮坤再发。丁未亡命，不葬艮坤、丑未、辰戌，若葬八年后拜长房，损子孙。中房克妻，亦用子午癸丁、亥巳主大利。戊申亡命，不葬丑未、甲庚、乙辛，若葬五七年后长房拜出笼子，小房出黄种，克妻，中房因人是非，招人命官司，
损六畜，一用子午寅申，亥巳主大吉大利。乙酉亡命，不葬卯酉，巳亥，迁巽。若葬三年后生灾祸，小房出瞎子、跛子，中房长房残疾，亦用癸丁、乙辛、辰戌相，主大发富贵。辰庚戌命亡命，不葬甲庚、寅申、迁巽。若葬三年后长房出瞎子，小房出聋哑，中房暗疾多绝，亦相用犯相，酉发大房，巳亥发小房，艮坤发中房。辛亥亡命，不葬丑未、艮坤、迁巽、卯酉。若葬三五年后拜长子出跛子，小房克妻，中房损子，亦用丁癸、壬丙、辛乙主大发。壬子亡命，不葬庚甲、辛乙、丑未。若葬先拜中房，克妻出聋哑，长房招官司，大败，亦用丑未、艮坤、辰戌主大发。癸丑亡命，不葬甲庚、巽迁、寅申。若葬三年后先拜长子，小房妇女黄种，中房出聋哑，妇女多疾，亦用丁癸、亥巳、寅申主大发。甲寅亡命，不葬艮坤、丑未、寅申。若葬三年后拜小房，克妻，中房黄种，长房妇女有暗疾，亦用辛乙、壬丙、辰戌主大旺。乙卯亡命，不葬艮坤、巽迁、甲庚。若葬一年后生灾，长房损子孙，小房克妻，亦用丁癸、子午、丑未大吉。丙辰亡命，不葬壬丙、艮坤、辰戌。若葬先拜长房，长子木吉，小房张官司，中房出黄种，亦用丙壬、丁癸、乙辛主大吉大利。丁巳亡命，不葬癸丁、壬丙、巳亥。若葬五七年后先拜长子出瞎子，小房出跛子，中房官司，亦用丑未、卯酉主大利。戊午亡命，不葬丁癸、壬丙、亥巳、迁巽。若葬二三年后拜小房出官司，中房绝，长房克妻，妇女生暗疾，亦用迁巽。申寅甲庚主大利。己未亡命，不葬壬丙、亥巳、迁巽。若葬二年后长房拜长子出聋哑，中房出跛子，兄弟不和，亦用丑未、艮坤、辰戌大利。庚酉亡命，不利迁巽、甲庚、己亥。若葬后先拜长房，妇女得暗疾，中房损长子，小房主有血疾，亦用丑未、辛乙、辰戌相主大吉。辛酉亡命，不葬迁巽、甲庚、丑未。葬后一年内中房损子、官司、小房克妻，亦用子午、亥巳、艮坤相，中房发，小房旺。壬戌亡命，不葬丑未、坤艮、辰戌。葬后三四年内长房出官司，中房损败克妻，小房出聋哑，亦用子午、癸丁、壬丙主大吉。癸亥亡命，不葬丁癸、壬丙、艮坤。葬后招官司，损六畜，长房暗疾，中房出聋哑，小房长子招祸，中房绝，亦用乙辛、丑未相主大发。第十四章，我们讲第十四章是阴宅凶灾化解方法。有的阴宅呢，由于时间过长，因为种种原因呢，破坏了原来的这个风水格局，造成了对阴宅的凶煞恶气，使人丁不得平安。这时就要对阴宅的风水方面进行化解，但阴宅不像阳宅挂几样化煞物就可以化解的，一般的都是，得重迁坟为好。我当即就说，这不是葬坟的地方，
主人也没什么，继续往前面走，走到坟地处下罗经，是巽山，迁象是91年造的，后面是山，山中有一窝处，前面是下坡，前面是一片水田，暗山较远，朝山不见，左边是空地，右边也是空地，右前方50米远处有一大树。我对主人说，此地不是真正的坟地，你家有人神经系统有问题，应该是神志不清楚，也许到医院也是治不好。主人说，师傅你可是帮我看个认真啊。跟随主人来的一个人说，是啊，这里来了几个大师傅看过的，看师傅你怎么能你怎么断的啊。我又接着说，这地方出不了读书人，也出不了贵人，也不聚财，也不发财，如果你不信你自己应该清楚。这时主人说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我那女孩子一直是神志不清醒，花了很多钱也治不好。一师傅，这坟地不好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？他就问我怎么解决的方法。我说呢，没有好办法，这坟地失运了。主人又说，这是我专门从贵州请来的大师傅做的坟，说是要大发60年，可是这些年来我做什么事也不顺心啊。咱们看第二个例子。2006年6月，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，其中一位朋友的熟人陈师傅，他说爷爷的坟地呢是任山丙向，后来呢后是大山，前是大水库，左边空空荡荡，右边是一座小山堆，于7-8年安葬的，请我看看如何。我当时就回答说，坟地不好，伤丁损财，没有福分，一是对三房不好，身体不太好，或是生女孩子，二是2002年有伤灾，就算是不伤人也损财，三是对二房稍好，四是2008年又是不顺之年。陈师傅说，是的啊，我弟弟生了个女孩子，已经18岁了，2002年呢母亲摔一跤，住院花了近20000元，表二相对来说是强点，富裕一点，你这悬空风水准确。第三个例子，2006年4月，我应约到永州市蓝山县踏看风水，这地方真是山清水秀，风光秀丽，景色迷人。主人告诉我说，这地方风水好，也出了一些官，有个姓雷的地理师在这一带很有名气，也带了不少徒弟。我跟随主人来到实地后呢，知道这是主人爷爷的坟地，主人的父亲共有8个兄弟，主人爷爷的坟地是新山以降，81年造，后边5米远处是一条小公路，下前是下坡，又是一片水田，左边空荡荡，右边离坟8米远是2栋住房。我对主人说，这坟地不好，对后代不利，一是1984年、1990年、2002年必伤人丁，有带孝之势，二是安葬后本家族发男丁少女丁多，三是36房男丁稀少也不高寿，四是258房相对有点财路，生活宽松一点。我一说完，当时在场的都感觉惊奇，都对我说，你看得很对，1984年大伯死了，1990年三叔死了，2002年叔死了，六叔死了，都没有超过65岁就死了。这25年来，本家族男丁稀少，女孩子可能比男孩子还生得多。从目前来看，老二老五的家庭确实钱多一点，也发财。我说这坟地是哪位师傅做的？他回头说，就是说的那个雷师傅做的。我说不管是谁做的，如果技术上不过细是不行的，还会带来灾祸。来看这个例子，怀化市郊以阴地，1998年造，丙山任相，间午三分，左右无沙，前岸山稍高，离坟约200米，前的朝山较远，坤来龙，庚来水，卯去水，后为一小山坡，坟穴在半山腰，坑穴后较为空荡。我当时断家中多病，女人尤其病重，多为血病，2002年必家中有人受伤破财，后代必有人是进士，此坟安葬后家宅不顺，家宅不旺，求财不顺，中房稍好，长房
小房不利，府主当时反馈完全正确。小房的主人2002年得为白血病，长房身体越来越差。2004年以来，兄弟合伙开砖厂，破10万余元，求财不好，现已经转卖。2002年仅小房打牌输5万多元，老二开一小店得了一笔钱，身体也还不错。我看这个例子，2008年清明节期间，应府主多次之约，来到贵州垣口看阴地风水，丙山认相。1994年安葬，丁来龙，出水迁，来水卯，后高山雄伟，前明堂是一片宽阔的水稻田，无岸山，朝山垣，左边有一土星山，右边一条2公里长弯曲山冲。府主告诉我说，这坟地是丙山任相兼五子，府主共有2兄弟，当时跟随我上山看风水的有8个人，其中有当地的一个三合地师，实际就是他做的这个阴地风水。观看四周行沙和水口，我当时直断此坟安葬后，总的来说就是立财不立丁，老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多为肝胆病，而且老二的后代难有男丁。10年后老大身体也是不好，家里女人的身体也是多病，有流产堕胎难产的情况。1998年、1999、2004、2005年必是破财或凶灾之年，虽然此坟能发一点财，可是常常是家里不聚财，可以说是一手进财，另一手破财。后代应该出一读书人，学习成绩还不错，在场的8个人都说我断对了。后来府主老大说，我请了不少的地理师来看过，有的说好，有的说不好，有的说一般，没有一个细断的。今天总算是遇见你这个高人了。老二得了肝病，老大我啊，老大那个府主啊，他呢有肝胆病，有胆结石啊，身体是不好啊，10多年来是找了一些钱啊，可基本上是花钱看病用的。10多年来他挣了一笔钱，基本上都花钱看病用的。他媳妇呢是99年生一男孩，生下来就死了。2005年呢，他老母死了，老二的小儿呢在贵阳大学读书，明年毕业。